为大悲心，专心的做结行，因为他而回向法界众生，所以他的业障就消除，没有痛，没有呻吟，不再乱叫，不然很多要往生之前乱叫，家里受不了了，然后他就平下来，然后到断气。我对我爸爸也是这样，我爸爸正在送回家的时候，他们说要送去台北开刀，我跟我大哥说不要开刀了，89岁了，癌症都在胃肠里面，已经阻塞了，但是我爸爸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痛，这是他的福报，我爸爸在。所以我劝各位啊，年纪大了超过60岁了，不要再吃肉了。我爸爸在往生前12年决定吃素，最大的就是他不再生气了，他就吃素，所以他就什么腰痛什么痛忧郁症都没有了。到往生前，因为突然觉得吃不下，我原来满肚子都是那个了，所以医生给他开个通大便小便的，那这样就引起心肌，就是心脏有一点衰竭。那他们说送台北，我说不用，送回来我们道场绕佛塔，绕佛塔。我不在，但是绕完我又跟我爸爸说，我爸爸5分钟以后安详往生。所以，但是他有一点执着，他要照顾我这个儿子，所以他就成为我们道场的护法神。但是我跟我父亲说这样不行啊，所以你要往生净土，那你会更有福报，更有福报来帮助啊，你要善引导他，因为他想的是我，他想的不是说菩提心，他要照顾众生。但是我要说，爸爸，如果你往生去极乐世界，你像阿弥陀佛的力量就可以回向给我啊，而且可以回向给你累劫累世的关心的人，你要慢慢的给他开导这样。所以他就这样 OK 了。所以我认为一个小小的动作啊，你要用，我经常讲一句话，就是说这德烈莎修女讲的，念一下，用大爱做小事，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在做啊，不要有名有利，这样最好，因为会变心。但是用的是一个大菩提心，去喂蚂蚁啊，去点一支香啊，去洒甘露水啊，所以我永远要劝各位啊，去买一只，难道我要买给你吗？啊，师父，你买了有价值。然后呢，这是马来西亚的，走到哪里喷一喷，对不对？下雨的时候我喷的更多，反正人家不知道我在喷。为什么？整条高速公路洒甘露，所以我每次经过车子我都会洒。为什么？希望每一部车子平平安安。很多信徒买了新车也是，师父洒一下，洒一下，这样。当然我说还要打开，为什么洒牛皮？牛皮嗡阿弥陀佛，牛皮也要超度一下啊，车内车外超度一下，开车平安。但是这个信徒拿钱给你，你跟他洒啊，这个外面的车你都不洒，那就错了。所以每一部车子都偷偷的，因为这种有好处了，他有时候看不出来，有时候可以喷很远，有时候就是师傅没有地方做烟供，这不是烟供吗？那里面都是甘露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回向一刹那的烟供。所以那重点是，这只是一般最平凡的水而已，但是这个水供养三宝，供养护法神，回向六道众生，冤亲债主，上供下施。那你一个悲心，唵嘛呢呗咪吽，它遍满一切，走到哪里都一样。所以地球在前面，星球在前面，随时布施，胎儿在前面，胎位生病的人。所以你在家里最好写一些消灾牌位啊，往生牌位，在家里你就是一个大佛堂啊。各位还有后花园，那天有个居士说要成立护生园，我说很好，先把往生牌位整套送去你家，动物牌位，动物的啊，你就每天为这些动物布施一点食物，说一点水，我那些死亡的动物，这一区域的死亡动物天天来你家得到超度，先给他水食物，再给他药，因为他流血嘛，再送他去极乐世界，这样快不快乐？你永远不会失业啊！如果你喜欢做这种事啊，你不要去上班，我们供养你，因为你是菩萨，我们还有福报，供养你100美金，我们赚10000，哪里不好啊？这跟你在家出家没有关系，是你有一个布施的心去帮助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今天我们听到佛法，你就赶快努力去实践了。那谁得到最大的利益？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、夫妻太太、儿女，认识你的人得到福报，
因为他跟我们的语言最近了。啊，累世的父母得到福报，所以念一下：一子得道，九玄七祖尽超生。所以一个人得到了佛法的道理，他去实践九玄七祖尽超生，因为他你跟他的缘嘛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当我们去施食几颗米的时候，谁最得到最快？如果你有历代祖先六亲眷属还在恶鬼道受苦了，他第一个得到，因为他跟你的缘最近。啊，所以只是说，除了这些，各位还要回向你的冤亲债主，就是你过去对不起的，对不起的，过去伤害他感情，破坏他亲情，可能杀了他，你也要特别回向给他。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念简单的烟供仪轨，就是啊，这四个方向再念一次来：三宝、护法神、六道众生、冤亲债主，都是平等的供养。上供两个三宝跟护法神，下施两个六道众生跟你有缘的，所有爱跟恨你的冤亲债主，统统得到。那我想一支香也可以，一杯水也可以。那我们现在要做这个甘露施食的24夜，也是怀着这样的心，用慈悲供养诸佛，啊，用甘露供养护法诸天，回向六道众生，愿父母祖先消灾把度百位。老人院所有老人健康快乐，身上冤亲债主得到超度，往生的老人得生净土，好不好啊？那各位你没有白来，我们来到这边也帮助这些老人消灾，所以我把今天定做消灾超度法会，愿老人消灾，愿往生老人超度，这样我也没有白来，各位也没有白来，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自私而来，是为了众生而来。好，24夜大家就认真念。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，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，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。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像心事，无言而闭舍身影，暮色深香未出发，无言间乃至无意识间，等等中能除一切苦，真是不。